看到没有？看到，在这人家的不熟，给他喊你拿红包，看嘛，这就是秋景的，这个传承的古镇，你看，给他拿着喊人家拿红包，意思说你这边上了跑厕所，必须要拿红包，看嘛。这个肯定不是真的，话又说了，派出所都已经去处理了。他问都不问，然后自己跑到我店里面去上厕所，公共卫生间就在我们后面。本来这个事情好解决的，要么到后面公共厕所，实在找不到公共厕所，在店里面说一下，在店里面上也可以。但是他那个是直接问都不问，一道门一道门的推着去，又去上厕所。就因为老人家本来做生意的地方就忌讳这些公司，然后老人家就说了，其他的我也不说了，你包个六块钱红包给我，这事情就了了。然后他们不干，他们一分钱都不想分你。就在旁边的录像，然后报警还是在你爷报的，派出所上来直接把他女儿轰走了。派出所今天早上就打电话给我，他们要严肃处理这个事情。